伊来案情事实讲伊自杀，就是我敢百分之百讲，警察甲执法过当，伊是袂去自杀的。案情事实讲，伊自杀，就是我敢百分之百讲，警察甲执法过当，伊是袂去自杀的。警察安尼，伊就拍你啊，讲安尼甲断断，搁害规身躯拢病嘛，安尼啦，那伊讲伊搁活的嘛，真艰苦啊。真正呢，还是无自杀的前兆是无啦，我是无有这个前兆啦。